哎，爆炸了！你好啊，刚来叶之城吗？这儿的日子还不错。大家过得开心吗？因为我超级开心。吃的，台五德七号街的泰国菜，码头那儿的波兰饺子。我们的家园，我们的骄傲，一如既往，你的生意，我关心。以下为您播报最新国际新闻。 机遇的城市，谎言的城市，我们完蛋操了，美国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据统计，叶之城的无家可归人口近日增加了300%。叶之城的犯罪率如今已经远超新美国足有2倍之多。 要逞英雄是吧？但这场战斗，这座城不会让你赢。敢单枪匹马，敢一口就都爆炸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情报说说看。睡个好觉，叶之城。不过告诉大家，其他山头的草也未必就更绿。叶之城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对它的历史有多了解呢？ Richard Knight 是谁？N-Car轨道系统有多少个站点？市里哪个区的墨西哥肉卷又最好吃？如果您想知道答案，想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屏幕下方的地址。重新认识我们的叶之城，再一次爱上我们的可爱家园吧。She pulls my truth